30年代开始的时候，战争的气息从遥远的东北传来，上海这个中国流行歌曲的大本营也开始感受到了时代气氛的变化。这时以往在市民中广为流行的歌曲受到了人们的质疑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慢慢地分辨着流行歌曲中别样的感觉和色彩了。在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抗日的歌曲，有些很好的一部电影，我们当时叫做进步电影，里头的一些好的影片，里头有些好的歌曲，当时我们就流很流行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最早我们听到那个歌就是《渔光曲》。比如说毕业歌、大陆歌、开路先锋啊，这个都是电影上的个预告曲、所以那个尼尔在这个他这个一个文章里提到，他说从这个预告曲一出啊，所有的电影啊就非有这个一个主题歌或者它就不行了。这是歌曲是流传到我们那个我们小时候比较偏僻的、这些歌呢它跟那个社团乐歌从内容和风格是大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些歌呢就是说把这个学生这个思想就带入社会了。你们都不晓得当时我们上海啊沦陷了，我们的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别的办法都没有，就是喜欢听这些歌啊，看这些电影啊。如果你太明显的抗日，国民党就不让你唱啊。我这个就在这个电影故事里头插一个歌曲，哈，插进去，哎，大家都学会了。主要还是那个夜半歌声，夜半歌声这部影片出来，这部影片出来，这部影片给人家影响更大。现在是属于广西北海市。
上线，那个地方是比较边缘的，但那个边缘的地方呢，看这个群众的抗日救亡的那个情绪啊，还是非常高涨的，所以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呢，抗日救亡歌曲也跟着这个传播开来了，因为这反映的群众是当时那种热情。这个歌是非常好的一个歌，一开始就一般一开始就是唱这个歌，这个歌后来流行的不得了，大家就唱，因为他就是在漫漫的长夜里头，我和什么时候等到天明呢？就是写我们那个沦陷，上海沦陷以后孤岛时期，什么时候在敌人的压迫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等到天明？这好像是个爱情故事，实际上就是等待，希望能够早一些能够等到天明嘛。我们当时就天明就是我们抗战胜利了吧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，中国人民的情绪一下子演变得敏感悲凉，痛失国土，家园不在，这些现实的伤痛给此时的流行歌曲注入了忧伤的韵律。1935年底，北平学生掀起了129运动，引出了救亡歌曲的流行。就由这个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一个女同学，她是学生领袖，叫陆翠，有张照片，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在西直门开会上，她一个女同学拿了个扬声筒，那个扬声筒又没有电，不像现在的扬声筒，就是一个喇叭。我给她在这个饭店呢找了个凳子摆在那，站在上边。我就站在他的右边，我那个照片照的是我的后脑勺，戴着个礼帽哈，在那讲话开会。那是12月9号，那时候的唱歌啊，就唱这个五月的鲜花。歌词是光微然写的，光微然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的作者，那个时候他还年轻，抗战还没有爆发，仅仅是看到国家将亡，这个东北已经沦陷了，日本人要冀东自治，把河北要并吞过去了，所以这么一个情况之下，光微然写了这么一个歌词儿，这个歌词儿呢传到燕京大学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啊？严叔思，他是燕京大学，后来当中学教员，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会面过。解放以后，这个光微然突然通过碰着严叔思，原来我这个歌是你谱的曲，这个歌是那是很动人的歌。心存的激情似乎永远是相互共鸣的人才能彼此表达。光未然与严树师这两个从未谋面的青年人，在时代的这个特殊的交汇点上，共同完成了民族激情的宣扬。同在1936年，在古城西安，一个同样年轻的中学老师也在写着一首歌《松花江上》，他叫张寒辉。张寒辉是河北人，他跟那些东北流亡的学生在一起生活，感受着他们那种感情，又写了这首歌。
啊，所以他虽然他不是东北人，但是他感受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感情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那是42年，日本人打到我们的学校，我就去校区跑，啊，后来跑到赣州，就流浪到重庆，那就是逃亡了，啊，流亡到重庆。路过赣州的时候，我在赣州的流亡招待所里头住了大概半个多月。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公园里头去，公园是没什么灯的。漆黑的，是吧？那么有的时候也有月亮的，那么只要这个到这个时候，歌园里有一个人唱起这个《流亡三部曲》，唱起那个《松花江》啊，全公园都唱起来。那么唱的时候都是流着眼泪唱。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，在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从各个学校起来的知识青年里起来，就组织很多救亡宣传队。到各地去演出，各个地区各街上去演出。我在宣传队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，唱这个正好叫我爸爸听见了，爸爸听见的话，因为唱当时也很投入的吧，就也哭含着眼泪在那唱啊，就这样了。哎呦，回到家里我爸爸就问我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说学校组织宣传队出去宣传了。哦，你这么大姑娘，15、16岁就在大街上又哭又唱的，像什么样子啊？还爹娘啊爹，我还没有死啊，你在大街上哭啊。那么有一个音乐老师把所有的学生上音乐课带到最高一层6层5层的上头音乐教室去唱歌，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了。那我今天教你们一个歌，什么歌呢？就是松花江上，叫的全场都哭了。唱完了，他说我今天叫你们唱这个歌，如果你们这里的有人要告密，我马上就去被日本人抓起来。但是我不怕，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来教你们教会这个歌。1938年的上海，此时到处传唱的是一首更加哀婉的歌，叫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歌的名字就充满了无奈的期盼。
来来来，我看完了这杯再说吧。当时有一部电影出来了，是一个广告，牙膏啥，他们要拍出广告片，拍个歌舞片嘛，叫三星半月，这三星牙膏厂搞的。那么里头要一个插曲嘛，就是要刘晓安，他原来写了一个曲子，也就是把《何乐君再来》啊这个曲子啊搞上去，做个电影插曲了。后来说这光是一个曲子不好，就是配一个歌词上去，一个姓黄的一个人写歌词上去。这个歌一出来以后啊，大家都是非常欢迎。这个周璇唱的，这个一唱呢，这歌一唱呢，立刻很快就流传下来。后来日本人注意到了，他说：“你这个何乐君是君什么君啊？”他说：“你是国民党的军队，中国军队，国军，我们当时叫中国军，叫国军。你这何乐君在是不是怀念国军啊？什么时候国军再来啊？”要去敬仰。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叫刘雪安，他193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。黄志呢有所谓四大巨子，哪四大四个人呢？何日君、江定先、刘雪安、陈天赋，四个。这个就是当时的人家称为四大弟子，所以刘先生也就其中之一，所以他的那当时呢写了一些作品，像《何日君再来》，那我们听了太多了，所有上海我们过走过的一些舞场，没有不演奏这个歌的。当时有人说这个歌是黄氏歌曲，其实怎么会是黄？因为这些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。当时假如你晓得沦陷区的上海，古道时期上海的人对亲人的怀念，四地起山这个情况人家唱这个歌，真是希望国军回来啊，真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亲人这个团聚啊，这个什么不好呢？我父亲到现在那个整个现在在国外，那个在境外啊拿版税的，据我统计啊已经有他100多首，当然这里头啊最多的是两首，一首是《何乐君再来》，那个版税单子有时候一打两片，满满的全是《何乐君再来》。天下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还有长城谣啊，长城谣。这首《长城谣》是刘雪安1937年为电影《关山万里》创作的插曲，因为电影描写的是东北民间艺人流亡关内的故事。电影最后没有拍成，但是刘雪安的这首《长城谣》却通过百代公司录制的唱片传遍了海内外。当时的话正好是那个本来要写这个电影《关山万里》，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就是说那个让我父亲来做这个长城谣的曲子啊，包括的话整个电影的插曲。结果这个事情呢，813那个吴淞抗战爆发，这一爆发一打起仗来嘛，两边就失去联系了。那个潘金龙啊，就有一次到武汉的一个路，就坐那个轮渡，坐轮渡啊，他突然听到一个抗日的一个宣传队，在唱一个非常优美动听的，而且
啊，非常有那个民族气息的这样一个歌曲，那就是刘轩安谱的这个《长城谣》。那么我那个时候在武汉嘛，这个刘轩安就把这个歌就给我了，我就唱。这不是他写的那个《长城谣》吗？当时潘金莲非常高兴，说啊，虽然《关山万里》这个电影没有拍成，但是呢，这个抗日歌曲啊，这个《长城谣》的歌曲啊，已经有抗日宣传队啊，在那广为流传了。看着刘先生呢，就是说，啊，实际上并没有搁下笔，啊，胡宗康呢并没有搁下笔，而是呢借这个机会呢就把这个曲子谱好了。在武汉啊，他们就把它拍了一个小短片，那么把我一个头在这个荧幕上这个脚上，那么底下这个歌词啊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个一个小白球一样的在点。万里长城万里长，这样这个歌曲非常适合与高音唱。那么他在这里头呢，又周小燕呢本身呢当时也很年轻嘛，啊，比我父亲还小嘛，还很有这个一个激情啊，就是说对抗战啊，对那个日本人啊都是很痛恨，所以在这里头一请他，那么周小燕就欣然答应了。我到上海来学唱，学的后来学僵了，真的吗？这个一唱的这个咪发的就破，简直好多时候都不能解决。后来我到武汉之后就唱长城谣，长城谣就哆啦哆啦哆发，那个咪发这个地方我总是要破的。哎呀，唱长城谣唱的就不破了，这我是怎么搞的？我现在总结起来就是那个时候情绪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真情来了，那个要唤起民众，要抗日，要怎么的？一情绪一来啊，那个这个技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，就不考虑那么多。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唱长城谣的时候，那正是我们中国正是处在一个苦难的年代，对吧？到1995年到这个长城上的，我们已经国家已经成了一个富强的中国，而且成了世界上都著名的中国，是吧？所以那个感慨是说不出来的，就同时想到多少个烈士啊，他们希望看这个前景，他们都没有看见，包括我的弟弟在内，都没有看到，我的父母也没看到，很多很多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都没有看见，而我真正的站在长城上头，看见中国的这个远景，所以觉得很激动的。我现在讲起来也觉得很激动。滩的这些西式的建筑里面，多半是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。当时一家保险公司有个职员叫孙培元，29军的大刀队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的故事，深深地感动了他。他是比较严肃，啊。那个当时我们这个队里头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真理老人。真理呀，真理呀，真理老人，一些严肃的人。
人们记住孙培元的是他另外一个名字麦兴，和他谱写的一首歌《大刀进行曲》。这首歌是他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29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文章后一夜之间写成的。大刀进行曲里这个原来啊，他是写的是这样，叫大啊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后来他去叫群众唱，这个群众的把大刀向不是唱成这样，唱成大刀向啊，哎，那他觉得这个比原来要好一点，所以他就改了，改成这个大刀向，不是大刀向，不是。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时啊，很多搞这个创作的那些人呢，包括许信涵，他的都是去叫群众团体叫唱。叫唱的过程中间呢，他呢会有，现在就说法就反馈吧，就是啊，这个1937年呢，我组织一个慰劳歌咏团，因为当时呢，我们这个19路军啊。抗战啊，就在这个苏州以北嘛，这个伤病啊，都涌到中介里面来了。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合唱团，去慰问这些伤病，啊，这些歌曲这个力量是很大。当我们唱这个《英勇进行曲》的时候，唱《大刀进行曲》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伤员从床上那个蹦起来，要上前线去打人们帝国主义，啊，这个我印象很深很深。啊，这个力量的歌咏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。沿海，不管你内地，啊，不管你是学校里头，不管是你工厂里头，啊，不管是农村里头，不管是沦陷区里头，都唱这个歌。很奇怪，他就流得这么广泛，那是很难理解的。他其实呢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大家抗日的这个情绪高涨，谁都不愿意做亡国奴。谁都不愿意当汉奸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青年呢，可以说都卷入到这个抗日的这个浪潮里头。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当时他是救亡演习一队，就是在八路军的那个高级将领的那个会上演出的。那么整个队大概十几个人吧，都上去演唱，他自己指挥，欧阳三中吹口哨做伴奏，那唱了以后反响很强烈的，后来很快就在那当地传开来。那么这个晚会以后呢，就要他们到各个部队去交唱。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往往到了一个部队去交的时候，人家已经都会唱了。
从上海走出的人中，贺鲁新来到了山西太行山。在他创作的游击队歌中，出现了英勇豪迈的节奏。那怎么要打个比喻的话，等于一匹战马听到外头号角的声音，耳朵就竖起来了啊。我们就是在这些歌声当中长大的。所以我在抗日宣传队的时候，虽然我只有十五岁，那我还是在都能教他们，那小孩都跟着我后头跑，我赶快叫打到山进行曲。这个抗战歌曲的流行呢，它就是大家唱，自己唱，啊，这个你是听，这个音乐一般是听，啊，听，这个抗日救亡国民运动呢是本身参与，他唱，啊，不是听，这参与就不一样了。很多青年，我们住两天了，他就跟我们走，嗯。我们队伍到一个地方就增加一点人，到一个地方就增加的人，啊，这队伍就越走越大了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些青年很苦闷呢。民族情绪的表达催生了歌曲演出样式的变化，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，在上海等大都市之外的广大地区，合唱成为流行歌曲新的演唱方式。当时的虽然说这些合唱的，其实不是合唱，其实这位吉他啊，因为在当时那个还不很熟悉合唱啊，对，没有这个分声部这种办法啊，所以这基本上是吉他，全程的吉他。主要是表现大家的这热情，表现这个学生们的那种抗日救亡的那个热情，所以这个吉他也是很有力量的，也是大家也是精神非常饱满来唱好这些歌。同样从上海走出来的人中，冼星海193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。黄河大合唱成为了合唱歌曲中的经典。高昂的节奏不仅宣泄着民族的苦难，也让处在苦闷青春中的青年开始寻找着人生的出路。16岁的孟瑜最终奔向了延安，买一个大饼，这么大一个饼，买一块咸菜，买一盒火柴，买一个指南针，多穿几件衣服，单衣服都穿在你外头套着大棉袄，那么就这样就走了。我呢就背着一个小脸盆，大家说带着脸盆，要在山上要煮水喝，带着一个脸盆，装着上里头放件衣服，说让我出去洗衣服去了，就这么就溜了，就这样走了。什么准被子什么些都放得好好了，都就是不叫有叫人看出来我们是跑了的，就走了，走就到那去了。所以在路上也碰到很多从别的地方来的青年，这些镜头就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可能看到的那些青年从四面八方来，一路箱子一路包袱就这样来了，无处不唱，没什么害臊不害臊，连那个嗓子不够调的人他也唱，
连那大师傅就是唱那个做饭的，养马的，他都唱，那个高兴啊，那个解放，就是觉得，哎，真是从精神上一路享受。哎，我的处处在唱，毕业歌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，还有从这个上海来的李锦辉的一些儿童歌曲，这个在我们小学时候就唱，什么可爱的春天、三蝴蝶啊什么的这种歌曲。天涯呀，海角你呀，迷之意，这都唱啊！我在女大就唱，老唱这歌，他们老叫小妹子，给我们来一个，咱们俩是一条心吗？所以就跟他们唱这歌《天涯歌女》，因为我刚刚从大后方去看了《十字街头》那个电影，所以我会唱这歌，所以在那里的同学们也很喜欢这歌，还有《夜半歌声》，青海的《夜半歌声》，很多很多歌，他们都很喜欢的。这时，在日本军占领的上海，同样感受着这种时代情绪的人，却没有这样舒朗的歌声。这就是外白渡桥，那个时候中国人过这个桥得跟日本人鞠躬，得深深的鞠躬。人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心里压抑着的情绪。当时我这也对我来说也是很受感触，有时候从上海公共坐机经过了那个是叫虹桥嘛，到虹口去，这个桥上有这个日本宪兵啊在站岗的，一过去对他一鞠躬，我本来没有意思要到那个虹口去嘛，我就要尝尝这个亡国奴的滋味，特外走过去对这个日本宪兵一鞠躬，过去了再走过来又是一鞠躬，我做过亡国奴，就是要受这种痛苦啊，就对我来说这是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，本来你不应该去的嘛，我特别要去这亡国奴，我就尝过这个亡国奴的滋味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印象是，就是抗日时候他在孤岛上面，一个人在台上唱那个渡过这冷的冬天，啊，到敌人后方去，然后这个朱建尔的我们很有名的作曲家，当时呢还听了这个歌，听到我非在台上唱嘛，他就后来就问了他要了这个谱子，后来我就把这个谱子放在我的书，就朱建尔当时拿回来，然后再抄了个手稿，后来送给我了，就那个一个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。在孤岛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到台上写了很多抗日歌曲，后来抓进去以后呢，就是过了3月就保释出来了，啊，那时候就陷入一个低潮，啊，那后来呢，他又去追求进步，后来夏衍那个时候在香港下工了，就拍了那个《李丽莲》，那个时候到上海，那么他说他要到解放军去，后来就到香港去追随那个夏工，所以呢，整个他是追随一个民主自由。幸福的一个新中国，现在就是比较骄傲的，
对不懂装懂的人看不起，就这样。这个吴小邦最好了，吴小邦两个人合作好几个东西，抗日的东西也好几个，印刷画啊什么，这度过这人的冬天啊什么，都有跟吴小邦合作的地方，还跟他合作两个人最好的合作，合得来。那是1939年、1940年的时候，那个创作这个《度过这冷的冬天》，他影响这个歌的影响也比较大，啊，解放军也唱，啊，也唱他解放军曲，我们这里也唱，因为这个里面没有这个砸日本这个词就没有了，可是就是《度过这冷的冬天》，春天就会来，这个大家的心里都知道，这是表示什么东西是吧？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写的很多这个进步的歌曲。陈立同他合作一段很有趣的事情，他们第一个合作的歌叫《凤凰于飞》。怎么会合作呢？陈立以前呢，他是一个老报人，报纸上，哎，做记者啊，写文章啊，老报人。那么有一次听了我父亲一首歌叫《不变的心》，一切都能改变，变不了我的心；一切都能改变，变不了我的情。啊，你就是软的像心，小的像银。只要有你的踪影，我总能得到一点光明。这些爱国歌曲都了不起啊！我就是很受感动啊，听着就掉眼泪啊。青年人有的是热情，有的是热心嘛，就受了感动，也开始写歌词，就是说这个影响叫不变的心。他听了又非常激动，他说我里面不光听到了男女之情，而且听到了爱国之情，然后他就不做报纸，专门写歌词，他一发不可收，到现在写了5000多首词，第一首就是《凤凰于飞》。那么恰巧这个方培林这个歌舞片的全外导演啊，他是外省找住的导者，就是来找我了。这个有个剧本啊，哎，请你看看，陈先生，哪里可以要再插曲？哎呀！我是方导演，这个片名不行啊，什么倾国倾城，既不能倾国，更不能倾城啊！困难时期啊，他傻了。对，我回去想过，就这么交朋友他，感觉到我对他这个很重要，对他一种启发，一种启示。后来他叫凤凰于飞，哎，对了，我可以借题发挥了，就开始写。这个整个工作就开始的，就很有趣的。
时间进入到40年代，中国的流行歌曲也将步入一个黄金时期。